这没办法。我觉得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很多人之后就没办法。但是我们俩那个也好了，确定了。所以其实女生可能很重要，那个你的防守是很重要的，对啊，你还会过去做球。其实我倒觉得我是把它当人生用，因为它它的移动跟那个，因为它体质比我好，因为它有，因为它比赛体质它会去整齐，对，就刚好这样。然后它也说当男生，然后反正后场我是不用担心的，因为像女生我觉得后场比较好用，它是完就瘦，所以它就当男生。然后只要它要做好，做好我自己的工作。
可能